是 Escona 瑞士意大利区旅游胜地嚟嘅，风景好靓噶，呢度系好多九成都系度假屋。Escona， 正话落大雨，而家就停咗雨，咁样喺个湖边度咧就好大风，好大风，所以咧就要着翻件羽绒褛。呢度系意大利区，瑞士意大利区 Escona 叫做，系呢度系旅游景点嚟噶。之前咧Corona 嗰个疫情喺呢度系第一个地方爆发嘅，喺瑞士唔使戴口罩噶啦，而家。旅游胜地嚟嘅，咁夏天咧系好多人人山人海嘅，而家系秋天，所以咧系比较静，咁风景好靓噶，系瑞士人、德国人、奥地利人嚟呢度度假嘅，呢度系好多九成都系度假屋。
遊小冊子係免費俾人攞嘅。咁呢樣咧，你影到 Ticino 意大利文 Ticino， 咁我哋咧叫 Ticino， 咁係瑞士嘅意大利部分。咁呢樣咧，呢度咧就四個語言嘅，英文、意大利文、德文同埋法文。一模一樣，不過四種嘅語言俾人哋攞嘅，係介紹呢度。咁呢度係瑞士嘅意大利區，係講意大利文嘅。